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，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于是对仆人说，喜筵已经齐备，只是所召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，筵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，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，说，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，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，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呀？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，就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呐，为什么试探我？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。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。耶稣说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说，是凯撒的。耶稣说，这样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他们听见就稀奇，离开他走了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死了，没有孩子，撇下妻子给兄弟，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，末后妇人也死了。这样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都娶过他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当复活的时候，人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论到死人复活，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众人听见这话，就稀奇他的教训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。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，夫子啊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
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说，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是大卫的子孙呢。耶稣说，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，说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，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